南无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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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大好，咱开始过来甲各位研究地藏经。地藏经，咱即马介绍十三品的一个干掉。十三品，俗类人天第十三品，咱已经甲各位简单介绍。即马特别要来甲各位提示着，即个俗类即两句，你发发文句有解说三种的意思。俗就是佛所附俗，类就是凡逆宣传。这就可比亲像啥？亲像咱咧讲传迄个圣旨，我交代你，麻烦你，你甲我遮个话甲我客气讲讲，安尼叫做附属。哦，第二种个意思，属就是顶受，顶受所属。啊，那类就是甘心与福乐。这种个方法就是啥？菩萨有敬顺，所以菩萨有敬顺，就是接佛的交代，甘愿，无惊艰苦。无论如何，我甲你接，讲好以上，我都会好好去甲你做，安尼叫做附属。第三点，属就是如来金口所属，类就是菩萨担心顶恶，这种的就是啥？叫做修修合论，修修合论就是讲佛讲出来话，达句话咱就是金口所讲的，就是要交代啦。咱若是呢做菩萨的人，咱就是真心，真心就是真心，真心去甲伊接受。我决定相信你佛讲的话，安尼叫做附属。所以这个附属这三种的意思呢，咱如来。在地藏经里面第二品就摩顶附属，对吧？地藏菩萨就乌龟声音，这就是代表咱差不多在讲这三种的意思啊。释迦牟尼佛把地藏菩萨摩顶，地藏菩萨归的接受，所以咱阎浮提的人那是五佛比心偏向于南瞻部洲，南瞻部洲的众生自性无定，十恶者多，创法善心，思路即退啊！因为安尼缘故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温困劝请，再三交代，以人天众。来交代给地藏菩萨。各位，如果你若读这部地藏经，读到俗类人天这篇吼，你阿哥别爱拜地藏菩萨，你对地藏菩萨阿有怀疑，实在讲起来吼，你实在是上什么经嘛唔知啦，你念册歌啊嘛唔是安尼。你既然会当读这本经，为什么你搁咧惊地藏菩萨？为啥你阿个不爱相信地藏菩萨是佛陀来交付伊接这个呢责任的人？你阿唔相信，唔相信就是你阿个信心无够啊！所以咱这本经单独讲到人天，啊，为啥要哪会交人天来交付地藏菩萨？难道其他四恶处的人拢无交付地藏菩萨去教化吗？不是，因为人天受感化较容易啊，
四恶处的众生呢，受教化较难。所以讲，法华文句嘛，安尼讲，讲破有法缘，令我道同，或成佛晓，就是你这个文句内底讲，有人法缘要使令我道，共一工成道，有这个代志无？各位，敢有人要发这个愿？发讲，我要度五道的众生，可以共一关、共一工成道，无法度。因为咱佛经经讲，讲不可以废弃之心成无上道。废弃就是啥？废弃就唔是无身躯的人，无身躯的人袂当修成正果啊。五道的众生，第到五鬼畜生、阿修罗，因迄个身躯毋是人道啊，因袂当来成佛啦，所以爱将因遮人改教化，互伊转得人天之心，然后才会当成就佛道。所以做人足计大嘞，你敢知？爱死吼，有够拍算个，讲都袂捡一下，无捡捡来用，对无？啊，一挂人。哎，报纸报讲哦，咱这个人哦，一天内底讲啊，三点半钟就死一个呢，就自杀一个呢。啊，你啊看这人足奇怪呢，一只狗遐都爱命，啊，安尼一睏啊，呢一句话就去死，一件代志逃袂开就去死。啊，你甲想讲，这世间的人有够戆的啦。要成佛，要有人心才会当成佛呢。无出世做人，阁袂当修行呢。啊，你无，你毋是人，你要安怎修行？啊，你若毋是人，你嘛袂晓听经。所以人真重要啊！只有下降到人间来，你才会当成佛啊。所以人天交代予地藏菩萨，都是有这个含义啊。这代表啥？要成佛，爱做人，甲做天人，对天顶下降到人间来成佛，那这种叫做尊贵。你看看每一尊佛拢嘛升天，啊，才时间到，啊，才下降人间，下降人间，啊，才来成修行，啊，才成定正觉。这就是每一尊佛拢安尼呢。那么，这些佛本来的成佛是安怎，一早就实现安尼，目的要互恁知影。做人很重要，生命的重要。若无得到人心的人，你唔免想要成佛。咱爱好好珍惜，珍惜咱这世人做人，好好修，修成功，咱通会当升天，升天才会当搁再来人间。啊，若是修无好，去三恶处，迄就是叫做非善道。非善道，吃苦道都走不离，还会生道，那是不可能的嘛，对吧？你说猫狗很巧，对吧？叫它来就来，叫它去就去，对吧？你叫它修行修看看，那猫叫它不要吃猫刺，它只会跟你说好，啊，也是后面偷合，这样就知道说，那个习性没法度改嘛，那人也是这样，习性重的人哎呀，好食菜啊啦！你爱拜到安尼啊，一支菜啊食落落，有啊，我有想要食菜啊，嘛无人看嘛是偷食肉，所以你搞笑，这习性就是这可怜，连做人啊要修了啊，搁真恶的哦！你咪讲做精神啊，都是要安怎修啦？所以讲，人要求迄个宝物，要求宝物，唔是伫空中求哦。空中要求宝物啦，空中就是这样的空空的，虚空里面啊。宝物你在求，你第一求的呢。所以咱佛甲咱讲，讲咱呢爱在人天众人的中间去修行，才会当得到菩提，才会当转法轮入涅槃。所以可见人天之中。这个修行足重要，要你若一世人吼自杀，把这个身躯改呢用毒药啊，甲偷死，
用的烧火炭给中毒死。你敢知影？你生生世世拢乌面呢？啊！你这若连做鬼都乌面鬼，一逐世人拢爱自杀，你逐世人拢迄个因缘。所以的话，你要当时啊脱离开迄个恐怖，你要当时啊离开着迄个无明黑暗的心，这就是予咱听经闻法，同时就是予咱体会着人生的贵重。那么为何这个经内底哪会拢先讲人，了后才讲天？你有感觉讲奇怪无？哦，人天嘛，哦，所以《玉台地图论》第二十四，甲咱说明来介绍，互各位了解。伊讲善男子能行是深发这婆罗蜜者，当知是人，人道中来。所以各位，大地道论甲咱讲，讲会当修这个心行深发这婆罗蜜的人是人，唔是天。人才会当行这个发这婆罗蜜啊，人伫这个因道中，伊才会当来修啊。所以假和下面就要甲你介绍，是按怎人才会当修这个六婆罗蜜。伊讲三恶道中，罪苦多故，不能行深发这婆罗蜜。三恶道就是地狱五鬼畜生嘛。地狱五鬼畜生，即马你若等候进入迄、那个中观的地狱冥河品入面，我甲你介绍，带恁来看迄个地狱的行基、地狱的罪因，你安怎修行？你敢若看到就皮皮错啊！你还佫会行深发这婆罗蜜？腿甲走无路去啊，连喘气嘛无通，连巴肚枵人都要甲你灌当丸，嘴巴要甲你灌溶洞啊！你要哪有时间通修什么行？所以三恶道的人根本都无机会啊嘛。要那是欲界诸天，欲界诸天就是六欲天，六欲天的人呢，净妙五欲心即功德啊，各位。升天哦，是得爱去迄个道祖道天才知影通修行呢。你若是去其他的天呢，去到地享受天福，一个天人几百个仙女伫咧陪伴你，想要食物件摆一桌顶，想要穿啥就有啥，你还阁怎通修行？啊，五六都来不及嘛，逐工拢嘛伫遐咧走、甲跳舞、食好好食的。所以嘛，唔知影通好修。要那是色界天顶，色界天就是对拢修梵天的嘛，坐禅的嘛，静坐的嘛。因为伊遮个天的人呢，深着禅定味，嘛无法度行深发这婆罗蜜啦。因咧一坐咧就几十万劫，你敢知？不是像咱咧坐一点钟久，就酸了酸了酸了，坐一无一点钟久就站袂住。因咧一坐入去就规算劫个啊！我问你，你一个坐禅坐甲足，安尼一坐落透早坐甲暗拢无起来的人，你会想要去？你会修啥物行？你嘛袂去修啥行啊？你就静落来啊！你嘛袂想要爱去行深发这婆罗蜜啊！所以各位。白白寺院，白白出家人，你若修出家，就去修禅宗的人。伊都坐禅观时吼，你若咱普通的寺院，做法会啦，啊念经啦，啊做工课出坡啦，因袂观时。因逐工拢爱去个佛祖厅、迄禅堂内底安尼静咧，啊坐落来，啊拢无代志，啊拢个踮迄内底咧，安尼心情哦放轻松，啊凉凉，啊拢唔免动即身躯，因已经习惯安尼，因无爱人吵，无爱呢，安尼遮济人，所以亲像即种个人，你讲伊会去行深发这婆罗蜜吗？无啦，伊若假使无色界天个人呢？
无色界天起里的人都无身躯嘛，伊只有存这个意识、这个灵魂尔，这个八性尔。所以无身躯，你要安怎去行深破这婆罗蜜呢？嘛无法度啊！安尼是毋是干那人上好用？算算的人足好势，对不？人有脚手，有思想，有身躯。要来布施就来布施，要持戒就持戒，要来呢坐禅就坐禅，要来呢忍辱就忍辱，要来安怎做，咱有这个身躯以上就可以了。所以人足好呢，唔通单单看你未看未起这身躯，啊那见个啊，这做人有啥物路用啊，死死也好啦。哦，有够拍算啊！你想着，你就安尼，我甲你讲，安尼拜互你听，六道安尼甲你引导互你听。你就知影讲啊，人真好哦，爱较保守的哦，爱家小小的慢慢啊用哦，豆豆啊甲用哦哈，唔好安尼讨债用哦。弯角经诶，这个六数，你背修有一段俗文在咧讲，讲哦吼，生灵之所以往来者六道。鬼神沉忧愁之苦，鸟兽怀敌容之悲，修罗为今诸天正乐，何以正心如此菩提？为因得为逆呀！各位，背修宰相，伊伫弯角经的这个呢，素钞内底有写一个俗文。背修宰相嘛是一个做有修的人。伊安尼讲足对哦，伊讲吼，我好是感叹啦，啊，这生灵哦，就是咱的众生啦，众生来往六道，来往来来往往拢伫六道之中，安尼，你才咧行，若毋是来做人做鬼，无就去地界，无就去天顶安尼轮，也那是鬼神呢。大部分拢沉伫即个黑暗、忧愁的痛苦的内底，啊，受刑受怕，也那是狡诈呢？因呢狡诈呢，拢是呢沉沦伫迄个悲惨，所以你看咱这鸟啊嘛足可怜，尤其哪里风台雨来吼，你看你住伫这厝内内底安尼一间厝，甲你包咧，你还佫惊到要死，你敢知？你甲看迄鸟啊，敢有人甲包咧？伫迄树啊顶咧，大风台咧坐，迄树啊是翻过来，佮翻过去，佮一身躯沉滴滴。你讲看偌悲哀咧，偌凄惨咧，对无？风雨一个歇，因就赶紧一只起来拍拍咧，门拍拍扇扇咧，风雨佮来佮密咧，佮安尼暗咧。各位，你看因的悲哀，恁有看今仔日的报纸？所以人哦，做唔对的代志做足多啊！今仔日一个野鸟啊，看到呢，迄、那个八哥的鸟啊，去做修做哩，迄个高压电塔。啊，伊咧鸟啊修去甲做哩高压电的迄个坑啊，你甲看呢，人就是安尼贪啊。伊看到八哥内底做修做伫遐，伊就爬迄个高压电塔去伫甲挖迄个鸟仔巢内底。迄鸟仔囝拢还袂发毛的呢，连初毛、幼毛拢还袂发的。去伫到底就对迄个鸟仔囝给掠落来，甲地落地啊，用一个地啊底咧。伊家己无注意讲，这高压电是袂使摸着、袂使踢着的呢。结果迄个人呢，掠遐鸟仔囝掠好，就擦到高压电，就现电死，就掉个电火条。因为伊吊死的时阵呢，落地啊是毋是倒摆？倒摆呢，遐鸟仔囝就摔摔对土地落来，死甲剩一只无死。你甲看，人贪嗔痴啊，害死人嘿！你甲看，人迄鸟仔母偌巧呢，做高压电人唔敢去，人嘛是去哩。高压电。看到鸟啊吼，要掠到地啊吼，啊咧惊高压电，结果去哩，去予高压电甲崩掉。这嘛是会使讲人实在有影有够残忍的啦，哈、啊！拆散人的这个一家啊，迄鸟母若倒来一定找无囝的啦。
对哇。啊，安尼你赚几年？迄几只鸟仔会当赚着几年？一条命都买去啊！这就是人恶作，就是安尼啊！啊，心地无好啊！要那阿修罗呢？阿修罗逐工都咧受气啊，搁要现身破这婆罗蜜，每一工气甲都要烧台，要烧拍，又搁要起滚当众啊！哪有这样通好修行？要那天顶正落，这拄则咱拢有甲各位讲过，所以《王家经》内底讲的，可以精心如，可以修正咱的心的思想，可以修行趋向菩提。唯一就是人道，所以讲伊你唔免怀疑，为什么佛教要将人天交予地藏菩萨？为什么对人先交，交了才交天？安尼各位，咱就知影讲，对人先度，度了才会当度天人。但是其他事恶处，嘛是希望有得益的。得益了后才成人天嘛，所以这嘛是交代在内，你唔通认为讲交代人天就是无包括四恶处哦，有四恶处的人嘛是罪满了后，伊嘛会当来人间，嘛会当去天上，所以唔是只是干那交代人天尔尔。这点呢，而且特别甲各位呢说明，因为你要研究这部地藏经，假使万一有一天你要讲宏听，要讲介绍。那当就一个呢，脑筋袂歹，而且呢，对这个理呢，嘛有淡薄啊知影的人，甲你问讲，啊，恁这佛祖哪会这无慈悲啊？较会干那要度人天尔，啊，其他的众生拢唔度吗？其他的众生就拢袂使吗？我知，我甲你讲，师父有讲，你着讲我这套互伊听，你若将我这套讲互伊听呢，伊就感觉讲，哇！你实在有影呢，真牛！我问你就会晓讲，所以各位听经就是增长智慧呀，智慧有够，人阿咧讲就袂讲，敢会安尼？这我都唔知呢，所以咱就知，来，我讲互你听，所以有关于人天的这个问题，其实包括六道，六道拢包括在内，只不过讲针对迄个会当讲，会当做。讲会来的人先讲，其他则包括再来。那么有关于咱佛，伊唔是这种像咱咧想的这种的这个心胸啦。咱这凡夫拢想讲啊，佛祖哪会安尼？啊，菩萨哪会安尼？其实这是咱的想法。那么到底佛菩萨因的想法按怎想法？因为时间的关系。下面我们来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地藏菩萨。